今天实验叫神奇的液体，我需的材料是玉米淀粉100克，水65毫升，一个玻璃碗，还有一根搅拌棒。首先把100克玉米淀粉给倒进去，第二步把65毫升水倒入玉米淀粉里，然后再搅拌。第三步，玉米淀粉有一个神奇的特性，冷敲就是坚硬的固体，今天放在上面不动就是很柔软的液体，会慢慢陷下去。慢慢陷下去。